第二把准确命中，双平手。脚大脚，切传，面空投篮，很近，苏花拿到防守篮板，欢迎控球，还有蔡金华一下。五号飞进去，没有放弃，球拍出来在六号手上，二打一，一个三线快攻，好球啊！关键两分，蔡金华漏球，五号传内线的时候，十五号中距离跳投。
总之球，再继续进，开始往下，把手左手，哎呀，换右手挑篮得分啊！ 犯规，找推人抢球，后续投篮没进，只要拿到防守篮板，好，被蔡俊晚抄走，只要防守篮板是蔡俊晚抄截一次。 传球给蔡俊豪，三分球失投，经典到，龙一八五号拿到一个零 pass， 十二，哎呦，队友稍微要硬啊，回一勾球，转过来，投进三分球。 比数30-36，小虎领先6分。在最近2分钟，会不会进攻有点宕机啊？换边，吊大脚，玻璃下，三分出手，二一，不算，伟力。 走路都没人，右手跑跑。